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声部首席和优秀成员 Vina Rain Ensemble 首次来到上海，带来走进大剧院汉唐文化国际音乐年新年音乐会。用纯正的维也纳之声和施特劳斯家族的波尔卡语言舞曲献上新年祝福。2017年1月16日，走进大剧院汉唐文化国际音乐年开幕演出，敬请关注。